国外的许多消防机构已经在搜救人员、森林火灾以及城市火情等危机情况下，开始使用热成像无人机了。热成像无人机可以实时远程的指挥，实时传回清晰的图像。我相信这在将来的应急救援过程中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站每一个人都可以掌握这门技术，也会纳入你们的日常训练考核。 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增强这方面的训练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报告罗战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热成像无人机营救的原理是什么呀？石泉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。无人机可以给我们提供俯视图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在陆地上视线以外与我们可能错过的区域，并且它还可以绘制火场的地图，定位寻找失踪人员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学习。 好好训练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支队一直想从站上调几个人到后勤部门工作。如果谁适应不了，达不到训练要求，不管是谁，什么职务，不行的，全部从一线给我撤下来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 杨指导恢复的不错，你们要在摩天峰玩几天？这个周末就回来。南初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爸帮你联系到了北巡大剧院的总监邓毅，我马上把他的微信名片发给你，你加他联系一下。 还真是邓毅啊！谢谢啦，林教官。等你回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排了那么久的舞。 不能上舞台肯定很遗憾吧？会啊，做梦都在想呢。那你不再努力一下了？既然签了公司，就要听公司的安排，遵守原则，懂感恩嘛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能这么想正好。 事事分得清楚，这个品质特别难得。是不是真心话？我当你不会说假话。但其实不上台有不上台的好处，我可以更客观地看到梦舞社不好的地方。金教授之前说，情感是表演之本，其实跳舞也是一样。梦舞社少的不是技巧，是情感，或者说。 少的是情感的表达。编舞老师之前说，要首先确定舞蹈的主题和背景，但是选择多了，反而定不下来了。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问你为什么喜欢跳舞？你跟我说你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，你觉得在舞台上跳舞，那时候你在发光。 所以这么多年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都能坚持下来。那主题不如就是坚持。我觉得你特别懂坚持，而且故事如果一定要有真情实感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经历过的感同身受的事儿表达出来，会更好。坚持。对。我好像知道方向了。 可能太久不回来了，没交电费。我去看看。
是不是注定要相遇，会不会想念还不一定，模糊的记忆又清晰，偶然间才发现从未提及，第一次触碰温暖的手心，是背影照亮拥挤的人群。千里刀，小可居，战舰奔，小心，立正。报告同志，北巡支队和平路特勤站准备就绪，请您指示。开始。是。全员到岗。开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要问你呢，明明是你转弯的时候撞上我的无人机，好吧？那你是故意的呗？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吵架！行了，行了，你什么场子？你们这是吵？不会非得别吵啊？谁说的？你应该领导。领导谁看比赛的还来看吵架的呀？不是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没意思。下来，给我收起来。你横什么呢？那这怎么算啊？比赛呢不知道啊？不是，我是一直这样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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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歌？你们在唱？你们是不是？你别吵了，崔兄弟，干什么呢？领导是不是看比赛的还来看吵架的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看着呢。算了算了，看着呢。什么时候了？集合！谁给我解释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报告，龙战，百米 T 四进攻超的时候，雷达刚没有看水带。这真能不睁眼说瞎话？咱训练的时候谁看水带呀？啊，你自己跟不上，你赖我？那水带连接好了吗？你就好。雷大刚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太着急了？因为我？哎，那就是因为你啊！都给我闭嘴，都是借口。从今天起，全部取消休假，增强基础训练。现在就开始给我10公里负重跑，都好好想一想，问题出在哪儿？是神经性。别骗我。老米，大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最该反省的不是你吗？自从你来了这个特勤站，有过一天消停吗？关心爱护部署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是一个站长的职责。依我看，你就不配当这个站长。这个10公里，你们谁爱跑谁跑，我不跑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公然违抗站长命令！你单个离开这个操场，我马上报告孟驰，撤销你所有职务。同学们，我今天叫你来啊，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嗯，组织上已经通过了我调去机关的申请，调领也下来了。终于下来了，挺好。通没通知你什么时候报到啊？下周一。行。礼拜一我送你过去。这怎么去机关上班不太高兴啊？没有，能继续在消防系统里面工作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咱们站里。咱们站里有什么问题？
那天的考核你也看见了，我觉得现在站里肯定是出了大问题。那考核呀，就是因为新加的那个无人机项目，大家都不太熟悉，再加上平时可能训练也不太够，第一项考核失误之后，就连带着后边每一项都失误，他紧张嘛，对吧？没大事儿。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呢，不想插手龙眼的工作，我也明白。改革嘛，的确需要经历阵痛，也需要时间。可是回过头来讲，那凡事也得讲个循序渐进吧，啊？你说咱们这才走几天呢？你知不知道，龙民也已经跟上面打报告，要把大刘的站长助理职务给撤掉了。 他们这是闹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？你说咱们在特勤站待了这么多年，这特勤站就跟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孩子出事了，当爹妈的不能不管吧？王莹啊，这话吧，你得跟娄明野去说。 那毕竟他现在是站长，站里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。你说我现在也不在和平路站了，我在站内也没有任何的职务。我以什么角度、什么身份，我去插手人家呀？所以啊，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。指导我出事之后，指导员的位置一直是老于代理着，现在我要去机关了。 站里边呢，也应该有个新的指导员，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能够接过我的棒，回特勤站做指导员。我这刚调出来，领导不会同意的，不合适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孟志当年不也是在一线和机关之间三进三出，为的不就是带好队伍，所以这才有了咱们。 白天不顺利。燕子和莎莎他们很努力的在排练了，但是效果总是比预期的差一点。我看着他们很着急，但是我也不能上台帮他们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怕影响他们的情绪。但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，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不用练了吧？不练了，回去想想办法吧。别回去了。 跟我走，去干嘛？带你散散心，难得周末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都行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。你以前不在火调的时候，咱们的时间都对不上，就算有时间，不是有灵气就有其他人。也是，这么算的话，其实今天算是我们正式约会的第二次。 是吧？那你之后还有没有假？要不我们去旅游吧，还有好多事情想和你做。要不我们去爬个山，可以看看日落，还能去海边冲个浪，或者去真的雪山滑雪。好啊，答应了。南初，有件事儿。 我想跟你说一下啊。什么事儿？老杨找过我，跟我聊了一下。聊来聊去呢，其实他就是希望我能回到和平路站，去当指导员。那你怎么想？我。
我也没想好，我现在也是乱着呢。老杨不在站里了，现在我也不在。听说站里出了不少事儿，那些兄弟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每一个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过的，一起并肩作战留下来的。其实讲心里话，我也不放心。但是吧，如果我真的回去了，那肯定就跟之前一样，特别忙，没有太多假期。我知道。我也没想好啊，我就是过来，也问问你的意见，因为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谱嘛。你不用考虑这些，你也别想这么多。你要是想做呢，我就支持你。我说过啊，你是属于一线的。我再想想。林正，林干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路霄，是你们新来的指导员。正式的任命，支队下午就会来人通知。指导员，指导员，我林指导员，可以。指导员好，只让你们自由议论了吗？坐下。第三件事，林路霄同志，咱们特勤站的前站长，从今天起以指导员的身份重新回到咱们站，大家欢迎。指导员，来来来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，坐这儿。来呀来呀，你别瞎吵吵。想你了是吧？指导员，请。把食堂别嚷嚷啊！来来来，坐。哎呀，刚坐回来。对，一路回来辛苦了啊，吃肉吃肉。行了行了，你多吃点。哎，志全，坐这儿。算了，师傅，这儿太挤，换个地方吃。不管他。老林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大伙都盼着你呢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这卢米也就跟有病似的。你先别说别人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那报告都打到孟之那儿去了，你不知道怎么了？卢米，无所谓，不就是个报告吗？他打就让他打，我就不信能把我怎么着。大刘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个站长助理还想不想干了？你要是不想干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报告在我手里呢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，在你手里那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行了，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呢。那。指导员是什么意思呀？第一要看你表现，第二，我得回来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师傅，你不知道他……我还没说你呢，一九，你上次考核我看见了，我对你很不满意。你也来了这么久了，你现在拿出的是什么成绩啊，一九？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呢？陆霄，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先吃吧，我在外边等你。吃饭吃饭，大口吃，多练点。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？我也瘦了。你应该瘦点了。阿月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大事儿啊，就是那个，我不是攒了好几天假吗？嗯，我想回家去看看米兰跟淼淼去。回去啊？这事还用跟我说呀？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站里边所有人都不让休假了。我这要搁平时也没什么事儿，关键过几天淼淼生日了，我要再不回去，就太不合适了。我明白。这样，我去跟你说一声去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林展，谢谢了。嗨。
能不能批还不一定呢，激动什么？还有啊，指导员了，不是站长了。哦，对。谢谢指导员。行，我现在就去说，你等我消息。好嘞，谢谢了。刘站长，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于喜磊啊，攒了很多天假期，想回家看看老婆孩子，你给网开一面呗。我刚刚宣布完取消假期，你就来帮于喜磊请假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开展工作？这个于喜磊啊，我比较了解，而且也是咱们战队的老人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绝对不会开口的。而且他很长时间没休过假了，这一次正好赶上他女儿生日。你考虑考虑，也体谅一下咱们队员的辛苦，啊，咱们站里也是人性化管理嘛。我考虑一下。行。刘如意的报告在你手里，打算怎么处理？让他先正常工作吧。孟芝交给我的事儿，我会处理的。刘如意是我的老班长，我打这份报告不是为了赶他走，而是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并不能够胜任站长助理这份工作。我明白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协助你的。咱们俩搭班子，分工明确，业务上的事按你的计划来，其他方面我需要时间。行。知道你可能看不清，我给你准备了这个。这个，这个呢，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以后林教官没有时间陪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，很清楚的看到他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因为南初姐，你知道，你就是我的爱情魔法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幸福。知道了。嗯。韩董，韩董，您找我有事情？听说你最近一直在给梦舞社编排舞蹈。公司最近没有给我安排工作，所以我就一直……公司没给你安排工作，什么原因？你不清楚吗？哎呀，行了。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你的表演课程也都结束了，你看，是不是该回来给公司做点贡献了？我知道，公司接下来安排我的工作，我都会尽力配合。但是工作之外的时间，我还是希望能给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工作就是练舞。工作之外的时间，也得给我练舞。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公司打算支持梦舞社这个项目，你来担任主角，争取登上北巡大剧院的舞台。真的假的？你说呢？